没看见，你来吧。First blood， 你们家都一血了，你也不去看一看？他们搁下路呢，我搁上路呢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他们一血就一血了，跟我也没啥关系。学个 Q，Q 一下。凶哎，狼人！我决定前期这狼人啊，先让他凶一凶。谢谢我真闲的妞妞妞。先让他凶一凶，前期不好打这狼人啊，让他凶一凶。那一个抠能抠我三分之一血，别让他抠。谢谢你一个 W 的小厨娘。我想问个问题，鳄鱼的 W 能不能破那个，能不能破屏障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帮我看一下，他们说能不能？他们谢谢卖核弹的前线的三个飞机，他们说能，能就行。谢谢捞哥111的办卡。这狼人这种东西啊，不要硬拼，知道吗？还有人说红路 W 还有我知道。还有三十秒开奖啊！同样是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。谢谢女神水月月。谢谢鲤鱼怪的飞机。打不了没出来，哎呀，怎么 A 死了？我天哪！你把刚才我卸过的人再卸一遍吗？你都卸过了，我还卸一遍？他们不又得送一遍飞机了吗？不用，没事。3027-0，确实是行啊，7-0。我这路倒没事啊，主要我就怕他们受不了。这狼人没有优势，反而我们还优势一点。谢谢 S 街的办卡。谢谢 S 街的办卡。那也可以刷，没关系。好
炮车他都不要啊。哎呀，再等一下好了，着急了，这波稍微有点着急了，我再稍微等一下，闪现 Q 接红度 W， 差一秒CD，我怕他一会儿回上来，你知道吗？兵我不要了。能打？你别害怕呀，你怕了我咋办啊？啥呀？你说有什么好跑的？那狼人都没有蓝。哎呀，下波他这蓝枪打一百年才五级吗？为啥呀？他390一速我追不上。哎，你怎么才五级呀，兄弟呀？你刚才上路兵吃了没六级吗？天哪，这人也太多了。这蜘蛛万一再搁这里怎么办啊？唉，他峡谷打完我都没办法上线儿。好难受啊。他打的我线儿都没办法上。哎呀我操了，不行我就打野去吧。跟他们玩这打野简直太累了。
现在这狼人有大，我没有大，我想杀他一波，费死的劲。还行，他去中路方，他没在上路方，他在上路方，我们彻底玩不了。没甩着，哎，跑的移动速度太快了。谢谢福星福利君的飞君。我本来我杀的那鱼吧，不是杀的狼也就费劲，真的这英雄可费劲了，不好杀。完事那蜘蛛吧还无限往上跑，这更难杀，一直越呀，哎呦我天，可能抓了。他还是个蜘蛛，他要是个别的英雄可能还能好点，这个蜘蛛没个整。我打那狼人还不能一波给他打死，我还得慢慢耗他。挡一下人啊、哦。别着急呀、啊！你这怎么急呀、啊，兄弟？我大都没有，刚才开个 E， 这伤害都不够，都打不死。他妈的，都开始晕小兵了。这跟下把玩狼人没关系，这跟这狼人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整个蜘蛛无限往上跑，搁谁谁能招得住你啊？搁谁他也招不住。你瞅瞅这上路怎么待？你不如让我下把玩蜘蛛行。你要支棱起来。我支棱不起来，人家连体，我那一个打一个都费劲，我还一个打仨。
你能告诉我俺俩上去能干什么？我跟你上去有什么用？我请问一下，我跟你上去能有什么用？人家家两个满血，三个半血的，我跟你上去又能有什么用，兄弟？如果齐亚娜现在是10-0，我跟他上去还行。一列是吧？就老有人看战绩，你老看着战绩有什么用呢？你要非得看战绩，我给你 TAB 你看个够，对不对？我060打野062，对面狼人160，一共杀我一把6个助攻。既然你非得看战绩，我给你看一看，好好给你放在这里，你好好看着，我们看一整把。明不明？我们看一整把。你这么喜欢看。106错了啊，106。Destroyed.